不是，小时候蛮好听嘛，那个时候咱也看过。哇，好可爱。嗯。这，你们这那边好，我就随便到马地跑，我不搁那儿圈着呀。对，哎，不关注的，它是野生的。就自己随便走啥的，那它不能干嘛？对它，如果你不要去伤害它，它就不会挠你。